跟住52条啦，52条咧就开方三次，三嘅 a 加二次方除九嘅一减 a 次方。嗱，呢两个指数唔一样，所以我哋一定系将个九咧变咗做三嘅二次方先。三嘅二次方再乘一减 a， 咁呢个开方三次咧，之前教过啦，就系成个三分一次。咁即係換言之，你可得到咧指數相減啦，底數一樣，指數相減，所以三嘅 a 加二減翻呢個數，二括號一減 a， 成個三分一次方。好啦，做少少心算啦，負二乘負 a 正二 a， 正二 a 加 a 正三個 a。負二乘一，負二，二減二即係零，零即係唔使寫，所以答案係呢個三分一次方。乘入去三三約咗得翻 a， 所以答案係三嘅 a 次方。a 字啊，唔係九嚟啊。